everyone. Hi,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今天与天使对话。So a lot of us know. 很多的我们知道，当我们有身体的时候，在这边，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守护天使，以及很，我们不只有守护天使，我们有其他很多很多其他的天使，在这个星球，在这个时刻，再来去帮助以及指引着我们。然而是。天使们他没有办法帮助你，除非你提问和要求。当你要求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去接收这些天使的指引以及他们的帮助。有多少的你们从来就没有去要求这些指引，或者是忽略了你的天使呢？有多少的你们忽略了这些天使给你们的帮助呢？So I used to talk to angels a lot when I was younger. 很常跟天使沟通，在我年轻的时候。然而在意识的旅程里面，我开始停止跟天使说话。我完全忘记了天使。我开始更加的进入其他的元素，在这个灵智世界的。直到最近，我才开始回到来去跟天使沟通说话，然后我会开始要求他们的帮助，以及让他们去展现给我各种各样的方法，让他们，我会真的是向他们提问。每一次当我越来越提问的时候，我会强化这个联系跟这些天使，它就像一个友谊。如果你很长没有很久没有跟你朋友交流，可能一年没有跟他们讲话，你没有那个联系在那边，那个沟通在于你和天使之间会变得减弱了。如果今天你可以开始锻炼这个你与天使之间的沟通呢？有什么提问你可以去问天使的？有什么是你可以跟天使互动的呢？如果今天你允许你的生活变得更加的快乐、轻松，更多的奇迹和魔法。当你包含这些天使的时候，我会开始这个五天的跟天使对话的课程。它会是在圣诞节的这个星期里面，会在12月19日开始。每一天我会带领你进入一个深入的冥想，去链接这些天使，然后跟他们沟通。我会教你一些不同类型的天使，然而它将会是属于你个人的旅程，你的天使，你看一下这些天使它到底为你展现什么，然后开始强化你的这些与天使沟通的能力。五天你只需要$45，然后你会得到所有的录音和录影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你可以参与。然而如果你不参与的话，你也可以开始跟这些天使讲话呢。如果你今天跟天使更多的交流沟通，有什么是你可以问的，可以要求的？就像是你没有跟他们讲话，你没有去问他们的提问的时候，他们没有办法跟你沟通。提问它是一个最核心的要素，让我们跟天使去互动。有什么是你可以接收的？当你跟天使开始对话以及互动的。